六中议会还没有解散重选，国盟已经胸有成竹，不但有信心能在吉兰丹、登嘉楼和吉打的政权保卫战中高奏凯歌，还豪言有望在雪兰莪、森美兰和槟城创造惊喜。而这些底气来自于选民当前的情绪。登州大臣同样是一党副主席的拿督斯里阿莫山苏里今天表示，任何参加竞赛的人，终极目标都是旗开得胜。他们观察到基层和人民的情绪，选情有利于一党和国盟，认为他们不但有望以更彪炳的成绩保住丹州、登州和吉打政权，还有机会在西盟执政的三个州突围，取得让人刮目相看的成绩。至于候选人方面，阿莫山苏里透露，国盟还在敲定国盟执政州的候选人名单，就连他自己会在哪里上阵，目前也无法确定，一切有待党最高领导层拍板定案。另外，一党总秘书达基尤丁则透露，一党会在吉兰丹和登嘉楼使用自家的月亮旗帜竞选，其他州则用国盟旗帜。